这笔钱我一定要拿回来。不经理了，我这些钱哦，是给我儿子开刀用的了。小孩子要开刀，那去买营养品啊。小姐，你老爸欠你钱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他一直找你讲话，对，而且还抽很多号码吧？是。105号，你跟我出来，一次一格，涂满免还。只要吃饭就可以了吧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那个？